Hi, Fun Love Flows Katie 凯蒂瑜伽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进行骨盆正位的练习。那今天这套练习呢，我们会需要准备两个瑜伽砖。那没有瑜伽砖的人可以准备书或是其他的物品去带。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练习咯。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好，我们首先先来到四足跪姿，把手指头撑大压紧，手腕肩膀对在一条线，膝盖骨盆同宽。好，我们让膝盖跟你的屁股也在同一条线上。好，我们先从这边保持肚子收，让右脚往后延伸。好，如果你右脚一抬，你的屁股就会往左推的人，试着把你的屁股推到你的膝盖的正上方。吐气的时候拱背，让你的膝盖碰额头，碰不到额头人可以试着碰鼻尖或者是下巴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吸气延伸，吐气碰，我们再两个吸气延伸，吐气碰，最后一次吸气延伸。好，准备把脚大步踩到你的右手外侧。好，让你的脚小小的外八，然后试着把左脚再往后退。好，我们先停留在膝意识，然后观察一下两边的髋、屁股跟大腿，然后后面的腿前侧应该会有一点酸酸的，然后右腿的内侧，然后还有你的右边的大腿屁股外应该也会有一点紧。好，准备好可以加深的人，我们试试看把手肘往下放。好，如果发现手肘下以后你的髋太紧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停留在这里稳定呼吸的话，我们拿一个砖，好，垫在你需要的高度。好，试着保持前面的脚掌内外侧踩满，我们停留五个呼吸，三、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我们让手掌推地，把右脚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来到鸽式的脚。好，我们今天大家一起都拿一颗砖垫在你的右边的大腿底下。好，让屁股有一点点悬空。那已经垫了砖以后可以坐正的人，我们就尽量把小腿跟垫子的前端平行。那如果觉得还是会歪掉屁股的人，试着把你的脚收小一点点。好，回头确认一下你的左脚有摆在一条线。好，可以看一下你的小腿、脚背、脚踝往下。好，回正以后，我们吸气，把胸口往上拎。好，觉得还可以的人，我们慢慢把手再往上扶，然后把你的胸口往上提。好，还有空间的人手叉腰。好，感觉胸口往上拎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下背有点紧的话，试着让你的屁股跟大腿多出一点力气往中间集中。好，感觉你的屁股从外侧往中间夹以后，你的背就比较容易往上提，不会觉得你的腰都挤压在那个地方很痛。好，试着把屁股收，然后上背就可以再往上带高。我们停在这里，四。好，持续让屁股出力哦，肚子收，再往上提，三、二。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往前趴，让手肘撑地，休息一下下。好，还可以的人手往前爬更多，让额头贴地放松。好，观察一下右边的屁股更宽。我们五个深吸深吐，再四、三、二。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慢慢把自己推起身，脚先不解开，我们先停留在这。好，再一次把自己的胸往上，然后肚子收往上提，可以的人再往内走。好，把你的背再往上带高。好，准备 OK 的人，我们拿一个砖，然后夹在你的手掌心。
好，启动你的后背跟屁股大腿，把手往上拎。好，如果觉得腰真的太紧的人，可以试着回到刚刚手叉腰的位置。好，保持肚子收，再往上带，屁股出力往中间夹。最后四、三，再两个呼吸。我们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手解开。好，我们先把砖移掉，然后屁股坐往右边，我们调整到两个90度的角，前面的小腿平行短边，后面的脚往内收，平行的垫子长边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让右手点在你的膝盖外侧，左手来到髋，深吸，把背往上提，吐气的时候盖往右脚，吸气上，吐气的时候左屁股往后坐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深吸往上，盖往右脚，深吸，吐气往后坐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吸上，盖往右脚，然后我们让手来到你的膝盖前方，慢慢往前趴。好，让你的上半身放松。我们再三个深吸深吐。好，应该会觉得右边屁股跟髋有一点点酸。再两个呼吸。最后一个呼吸。慢慢带起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左脚画一个大圈，踩在你的右边的大腿外侧，然后收你的右脚跟包在你的左屁股外。好，我们试着让两边的屁股都坐紧地板。好，左脚踩稳，然后把你的背往上提，拎高，左手点地，右手上，我们来到半鱼王式扭转。好，试着把你的背再往上提，收紧肚子，再往后。好，可以的人绑手。然后如果觉得绑手有点困难的话，停在前一个动作推伸。再三个呼吸。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回正。好，我们膝盖叠膝盖，来到牛面式的脚，然后我们先推一下屁股，再重新把你的屁股坐回到地板上。好，可以的人尽量让你的膝盖上下重叠，那如果没有办法上下重叠的话，有一点分开没关系，但要保持屁股坐稳。好，我们右手上点左肩。好，左手帮忙把你的右手肘带到头的正后方来。好，保持背延伸，头顶向手，觉得还可以的人，左手从下面往上爬，跟右手互扣。好，如果扣到以后会驼背或者是抓不紧，你也可以回到前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保持背拉长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肚子去贴大腿，维持两边的坐骨往地板扎根。好，可以的人再往下放松。我们停留四，好，持续让你的头顶向手。再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慢慢带起身。好，把手挤开，右手点地，左手上。好，把手放在右边耳朵，吐气倒向左边，拉长你的右边脖子，然后可以把右手再走远一点点。再三个呼吸，二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左手移动到右耳后侧，鼻尖对向左边的腋下，低头。最后三、二，再一个呼吸，好，松开。好，我们手点地以后，让你的膝盖一前一后，小腿跟脚背稍微往地板压。好，找到自己平衡以后，我们让手叉腰，慢慢把上半身带起来。好，试着把屁股往前推，感觉一下你的髋跟大腿紧紧的。好，还有空间的人，屁股再往前，胸口往上提。
我们停留四、三，再两个呼吸。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坐回到地板上。好，我们脚松开，左右动一动，放松，然后上下抖一抖。那我们回到四足跪姿，准备换边。好，整理一下你的手腕、肩膀一条线，膝盖跟骨盆同宽。好，保持肚子收紧。好，让左脚往后延伸，吐气拱背，让你的膝盖碰额头。再一个吸气延伸，好，吐气碰。我们最后两个吸气延伸，吐气碰。最后一次吸气延伸，大步踩到你的左手外侧，小小外八，吸一式。我们把右脚往后退，吐气的时候手肘往下放，有需要的人就拿砖垫在你的手肘底下。好，感觉一下你的左边髋后面的大腿前方，还有空间你就再多推一点点脚。那我们试着把前面的脚掌踩满，我们五个呼吸。好，把气吸到后背，吐气的时候吐到你的髋或是觉得紧的位置，放松它。再三，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我们手解开，砖移开，我们把脚往右边走。我们准备去到鸽式，那我们跟右边一样，一起拿一个砖垫在你的左边的大腿底下。好，让你的左屁股有点悬空。好，回头确认一下你的右脚摆在一条线，压紧。好，然后前面的小腿可以的话就尽量跟垫子前端平行，那如果觉得有一点紧或者是屁股会歪掉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角度缩小一些些。好，我们先吸气把背拉长延伸，觉得还可以的人手再往上扶，然后把你的身体往上提，靠肚子跟胸口往上拎的力量，然后把背再往上处理，往上提。好，大腿跟屁股要往中间集中，那可以的话手叉腰。好，我们先在这里五个深吸深吐，应该会觉得屁股有点酸酸的哦，试着把它往中间再集中。最后四，很好，三，二，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往前趴，让手肘撑地。好，觉得还可以的人往前爬更多，额头往下沉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五个深吸深吐，最后四，三，二。好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慢慢推起身。好，准备拿你的另外一块砖。好，把上半身推高，然后感觉屁股出力，手夹在你的砖的边边，手掌压紧。好，手往上延伸。好，可以的话带一点点后弯，胸口拎。好，让背出力，屁股大腿往中间再夹。我们最后四、三、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好，手解开，我们先把左边的砖移掉，屁股往左边坐。好，调整到两个90度的角。好，我们左手点在膝盖外侧，右手摆在髋，吸气背拉长，吐气盖往左脚。我们深吸上，吐气右屁股往后坐。
好，我们再一次吸上，盖往左脚，深吸，屁股往后坐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吸上，盖往左脚，然后我们手爬在你的膝盖前方，慢慢把上半身放松往下沉。好，感觉一下屁股酸，然后试着吐气加深放松。再两个呼吸，最后一个呼吸，轻轻推起身。好，我们画右脚一个大圈，往前放在你的左边的大腿外侧，踩紧。好，然后收下面的脚，包在你的右屁股外。我们来到半鱼王式，右手点地，左手抽高。吐气的时候扭转到右边，慢慢加深。可以的人就绑手，穿过脚中间的洞。那如果觉得不太稳，停在前一个动作，再往后转更多。我们最后四，好，持续收肚子，上半身长高以后再往后转。二，再一个呼吸。回正，好，我们膝盖叠膝盖，来到牛面式的脚。好，两边的坐骨坐紧，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先推一下，然后再把屁股重新坐回来。好，我们左手上点右肩，好，右手帮忙把手肘带到你的头正后方，头顶向手，下巴微抬。好，还可以的话，右手从下面往上爬，扣紧在背后。好，如果你在这边会驼背或是松开的话，你可以回到前一个动作。那我们把背先延伸，吐气的时候再慢慢往前。好，往前的时候随时注意你的屁股有没有飞起来，有飞起来的人再坐回去，可以带回来一点点上半身。好，重新坐紧以后再往下沉。我们最后四，三，二，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带起身，手轻轻解开。好，手点地，那我们准备把你的膝盖一前一后。好，两边的小腿跟脚背往下压，然后准备好以后找到平衡，手叉腰，慢慢带起身。好，让你的髋跟屁股往前推，胸口往上拎。好，还稳定的人再往前多推一点点，观察一下你的大腿屁股。再三，很好，二，我们再一个呼吸，慢慢坐回到地板上。好，我们脚松开，左右动一动，放松。那我们准备轻松躺在地板上。好，躺下以后，我们抱膝盖往自己的胸口，滚滚背，按摩一下你的后背部。好啦，你可以滚到快要掉下去之后，再把自己滚回来，这样会压到你的腰侧边边比较多。好，我们回到中间，手抓在你的脚到外侧，我们去 Happy Baby， 膝盖往腋下。好，脚趾头勾，然后我们左右滚滚背。如果你的屁股飞离开地板很多，试着把你的下背贴往地板，感觉髋放松，膝盖再往腋下滚大圈。好，让往左右的时候，你的膝盖可以碰到地板，按摩一下你的后背部。我们再三，二，好，我们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右手抓着，然后把左脚解开，让左脚指向天花板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你两边做不平衡的动作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倒向一边。我们试着把肚子跟背往下贴，收紧。好，那我们左手就压在地板，我们让左脚往地板沉。好，尽量伸直，吸气上。好，然后尽量保持肚子肋骨往地板贴紧，
再一次吐气下，好，吸气上，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好，换边，弯曲左脚，然后回到 Happy Baby 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解开右脚往上，指向天花板。好，一样把背跟髋往下贴，然后右手压紧，吐气下，吸气上。好，你可以让动作慢一点点，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背跟腰特别容易松掉。吐气下，吸气上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吐气下，好，吸气回。好，我们把两个脚打一个叉叉。好，然后让膝盖叠膝盖，很像在刚刚做牛面式一样。好，然后我们抓着两边的脚靠向自己，然后背往地板贴。好，应该会觉得屁股跟大腿有点酸。再三个呼吸，二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换一边打叉叉，然后膝盖叠膝盖。好，抓着两边的脚抱上自己。好，背往地板贴，肚子收，然后感觉一下屁股大腿酸。再三个呼吸，二，最后一个呼吸。好，解开。那我们抱着你的大腿后方前后滚滚背。好，我们滚三圈，然后试着把自己蹲坐起来。我们结束今天的练习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今天的练习，然后有锻炼到你的两边的屁股大腿的正位。那今天不是完全一个放松的练习，你会需要在过程里面出一些力气，虽然它看起来好像蛮轻松，好像很和缓，但其实做起来应该会稍微有用到你蛮多肌力的部分。那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